責務を全うする。ここにいる者は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猪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《鬼灭之刃》番外漫画。富冈义勇假装呆萌，强上了蝴蝶忍姐姐，太羞耻了。让我们开始吧。房间内，蝴蝶忍终于写完最后一笔，冲一旁的富冈义勇笑道：“好的，已经可以了哦。”一旁的义勇眼下皆是青黑，神情萎靡，满脸写的都是疲劳困倦。蝴蝶忍看着他确实是精神不振，有些抱歉说：“长期任务辛苦了。”只见义勇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，半梦半醒间还记得与人道谢：“打扰了。”转身咚的一下就一头撞上后面的书架。啊啦啊啦，人姐姐感叹一句，忍不住对他说：“真没办法呢，患者用的床还空着，先去那里休息一下也可以哦。”看着义勇脚步虚浮恍惚地往外走，人姐姐忽然捧着自己的胸笑着提议：“在某处听说让劳累的人摸胸能治愈，富冈要来试试吗？”什么的话还没说完，义勇就一头扎到蝴蝶忍的胸口，对着大馒头使劲地搓了两下，感受着其中的柔软。师兄就是为了这个来的。人姐姐愣住了，后知后觉将后半句接上：“哇！”埋在柔软胸部上的义勇发自内心的感叹：“太幸福，远远超出我的预想呢。”于是他邪恶的手慢慢的开始有动作，画面空白，只能听见人姐姐的惊呼声：“啊，等等，可没说能那样摸呀。”后面就太羞耻了，师兄果然是装的呆萌，关键时候一点也不呆呢。接下来来到了鬼灭学院，莉莉看着楼下一个帅气的身影喃喃自语：“我有喜欢的人，但没有和那个人交往，甚至没有说过话，是我这一方的单相思。”但是莉莉好像在等什么一样，脸颊慢慢泛红，帅气的小巴内似乎感应到了一样，抬头望去，两人四目相对。啊，莉莉羞红着脸，小鹿就开始乱撞了，不经意间总会对上眼神，只有这种事，英俊的一黑不知道要迷倒多少痴女怨男，莉莉就是这千军万马中的一个，被那左右不对称的漂亮的眼瞳夺走了心。米莉羞红着脸低声细语道：“今天也很棒。”看到一黑的背影，米莉又一番花痴了。他是高我两岁年的一黑前辈，姿态端正，成绩优秀，再加上是赢得全国大赛的剑道部的主将，在校内无人不晓的名人。与之相比，我只有大分量的优点的普通人，即便知道配不上，但还是想在前辈毕业前传达心意。但是还在花痴的米莉突然被打断了，小班内走过来突然开口：“甘露寺米莉，第一眼见你就喜欢上了你，请和我交往，突然打扰你很抱歉，什么时候回复我都可以的。”小班内的告白一时间让米莉的大脑直接短路，她不停地思索：“开玩笑吧，是梦，这个不是在做梦吧？没想到竟然被前辈告白。”米莉越看越脸红，越想越害羞，怎么办？开心死了，脸好热啊，得赶快回复呢。那这次能在一起吗？小巴内认真地看着米莉，米莉也同样看着小巴内。我说了什么？为什么不自觉就说出来了？米莉在心中暗自思索着，还一边自言自语：“这次一定会在我身边的吧。我已经努力不会拖后腿了，所以一黑拜托不要丢下我，带上我一起。”说完这些，米莉的脑海中又闪现了一个疑惑：明明没有这样说过前辈，为什么有什么溢出来了，呼吸不上来了？小巴内没有想到米莉竟然哭了，甘露寺哭得梨花带雨的甘露寺羞红着脸十分哽咽地说道：“哎，为什么我不对，我很开心，明明和前辈是两情相悦，但为什么感觉像溺水一样，好难受。”还不等米莉继续说下去，小巴内就一把抓住了他的手，深情地看着他，好像满眼就只有他一个人似的。小巴内也不再躲避，直接爆发，拉住米莉的手，搂住他的小蛮腰，激烈地放纵自己，咬住了米莉的嘴唇。在校园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，太疯狂了。米莉一小鹿乱撞变得疯狂如斯，
猛然间，莉莉像是想到了什么，一把将小巴内推开，羞红着脸，作势要去捂自己的小嘴。哎，小巴内也是尴尬，刚刚还是激情似火，怎么一下子火就灭了？不过小巴内并没有在意那些，依然用他的手帮米莉拭去脸上的泪珠。那个甘露寺，小巴内牵着米莉的小手，柔情似水地说，这么长时间让你一个人，抱歉，之后我会一直在你身边，我发誓。说话时小巴内微闭着双眼，米莉前世的记忆也开始涌现，瞪大了双眼，一副激动得难以置信的样子，想起了一对男女幸福地在一起的约定。这是什么？我不明白，我想不起来。果然还是又难受又悲伤，但是很温暖啊。对呀，小巴内看着流泪的蜜梨很是内疚，这应该是对我很重要的东西吧，虽然想不起来，但一定是那样。随即脱口而出，就把你弄哭了，抱歉。停留了片刻，小巴内抓紧蜜梨的手，甘露寺，我回来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订阅、点赞加分享哦，爱你们。